一只拉布拉多可以有多懂事？不管任何时候去上厕所，他总会带着自己的玩具来陪我，陪我出门买东西，永远都会乖乖等着，知道不能打扰别人。在外面遇到喜欢自己的姨姨，会乖乖躺下让姨姨撸撸。因为坐电梯经常遇到怕狗的人，所以已经养成习惯永远在角落坐着。在外面不管碰到谁欺负他，小狗回馈的也都是善意，带小狗出门玩，坐车车永远都很乖，从来不会捣乱。就算再喜欢的东西，妈妈让等着，就从来不会跟猫猫抢。出门故意丢掉绳子，也会自己捡起来让妈妈牵着。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小狗也会感同身受，会想着怎么安慰你。它才不普通，它是我亲手挑选的，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，